我是喵喵，一个与酷打了6年交道的女生。在我眼中，每个人都能有不同的美，往往需要的只是一点的改变。就在我的节目中 ，Training is coming。我叫范翔，我是一名杂志社编辑。由于工作压力和长期的生活不规律，导致身体严重发福，所以自己也没有什么兴趣再过多的关注自己的外表，所以使得整个人看上去死气沉沉的。所以这次来到咱们这个衬纸，希望可以通过咱们的专业团队、专业的造型老师，让自己看上去更加时尚，更加有活力。Catalog 酷行乐在大中华地区的首家多品牌潮流旗舰店，于2011年10月进驻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北区，之后更将年轻活力别具一格的潮流风尚带到各地，不停奉上买手和设计师们的最新时尚单品。大家好，我是李阳，我是私人形象顾问，很高兴呢今天来到我们的衬纸单元。今天呢，模特身形庞大，我的目的其实就是把她的肉肉给藏起来，同时呢又不吃潮流感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一起衬纸吧。暗黑风格是很多勇于彰显个性的男生最爱，带有些许恶趣味的骷髅涂鸦让人过目不忘，袖口大面积的字母印花狂野不羁，整体彰显着美式街头文化的无限魅力。如果你是身材偏胖的男生，建议选择这样一条休闲裤，松垮的吊裆可以遮挡大腿轮廓，9分的设计露出脚踝更显小腿纤细，侧面的印花风格强烈，大胆地张扬出自我个性。运动鞋在任何季节都是最实用的选择，自从高街风格流行开来，它也成为不可或缺的潮流元素。夏日款式中增添了网眼镂空等设计，时尚百搭的同时更显清爽舒适。想改变吗？关注我的节目，随时与喵喵进行互动，等你哦。